哪个的字卡用 A4 纸来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还曾碰过主持人哦，天纵英明哦，啊，运哥没关系，不用给我脚本啊，他不看的。后来他才告诉我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你给我没有用，因为我的位都看不到。嗯，对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拿到手卡，觉得哇，这手卡好大啊，比手还大。对呀，啊，对，啊。我看得清楚，但是 anyway， 我们就一起，嗯，这样子，对，啊，我也不想让眼睛坏掉。对对 对， 对，嗯，你们两个完全感觉不搭嘎哎。对，这个综艺节目有时候就是人家讲那个戏剧理论哈，无毛矛盾的毛哈，无毛不成戏。好，所有的剧情的进展跟吸引收视哈，都是因为矛盾矛盾。我要娶你，你不嫁给我，我跟你已经进入礼堂了，突然我爸爸杀出来啊。那综艺节目成功的元素也经常是这样了哈。如果两个同时性的人一直在主持哦，那就看一个人就好了。嗯啊，对，所以两个人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世界，好，有这样的反差性。好，所以呢，据说我们两个人的组合呢，已经成为业界的教材了。啊，这个别家电视台哦，他们现在在接受提案嘛，哈，那他们就提了很多主持人都被长官打枪，那制作人就很委屈，就说啊，主持人就都这些啊，提来提去不就都这样？结果人家那个长官跟制作人说，那为什么人家就想得到沈玉琳跟 Melody？好，原来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组合的一个范例了。哎，托运一个的福，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。天堂台吗？啊，哪一台我就不讲了。玉林哥真的接到28场活动的邀约。你说春酒，就是疫情比较趋缓之后。我认为本来应该要更多，那是因为后来疫情，因为有的春酒大部分是在年前就定了啦哈，那有的时候是你在编主持的时候，哎，其他厂商又会编邀约啊，或者是原本他们提你，他们可能没过啊，后来想想，嗯，他还是不错的，又会回头找啊，那但是总之 anyway 就是反正疫情就爆发了，那原本表定28场也就砍掉了。现在有开始陆陆续续到年底尾牙，对啊，尾牙场已经陆续在接洽，但是现在为时还早了哈，大概目前至少。Right now, right here。好，玉林哥的英文好好啊，玉林哥的英文好好。对 对， 對，要怕我听不懂，要赢得他的好感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嗯，对，不要让他觉得，不要让他觉得我们是土巴辣这样子。你听到他那个这种是嘉义腔的英文，你觉得？我觉得美国人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啊，我觉得很好，啊。真的哈，有拿适应各种腔调，那美国什么南腔北调都有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最近很努力在学英文呢。金字塔英文怎么讲 ？Pyramid。对，教你一次，我拼了命要爬上金字塔，拼了命，拼了命 ，Pyramid。你这个是什么图像式思考，对不对？还是什么？真的太好笑了！你上次也讲了一个，也是类似的。有什么单词？有没有那个美人鱼呀，啊？美人鱼啊，我们一定要摸美的，不要摸丑的。所以摸美的 ，Mermaid。Mermaid。对，为了他付出真。嗯，没有，因为现在不准了，因为现在也才7月而已嘛。但7月目前接到，我老婆昨天跟我讲，好像目前接到有8场，嗯，啊，尾牙的那个接的场次会集中在9月、10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才会密集啦。啊，那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，所以企业界好像有一些萧条，所以不晓得今年场次应该没有办法超越去年，我猜测。嗯哼 ，Melody 会不会担心接不上玉林哥的歌？不会啊，他超级接得上的，真的，啊，我就有一半我都听不太懂，这样，OK， 反正我听不懂，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反应，所以我不会，没有，我就会看着他，很认真的看着他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这样子跳过，这样，所以不会啦，我跟玉林哥我们是 OK 的啦。刚刚我们录那个午间情那一集，那因为他们讲的话，我们都听不懂，因为他们讲了很多新的网红，那我们两个也不知道是谁，所以我们经常有的动作就是我知道的比你多，对对，我们就是互看对方， okay. 然后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，没有放空了，有认真听，就是在询问说，那意思就是说你知不知道，他也在询问我知不知道那个意思，对，他们讲了好多，比如龙龙啊，是不是，啊？对，你也不知道吧？龙龙你们知道吗？我最近知道一个，我觉得不错，很碍眼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你们知道一个。龙龙啊，龙龙啊，脱口秀，对，就是脱口秀。我喜欢看那个流氓，流氓你知道吗？流氓我也不知道。咦，那個，我赢了，啊？月老的那个，嗯，是月老的那个吗 ？OK， 对，就是一个女生嘛。嗯哼。那你会不会担心 hold 不住玉林哥？什么 ？hold 不住？不会啦，玉林哥很 OK 啊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目，就是 freestyle，就是自然发挥。我觉得这样子才会有自然的火花。你们之前有合作过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只有在
某些场合遇到哈，因为我们之前在雅虎都有主持节目，那雅虎的活动呢，好像顶多也就是说坐在附近，还不是隔壁哦，也就坐在附近，然后客套礼貌的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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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哈，因为英文也不好，说震慑哦，已经震慑了快20年。哎呦，你少来了，你什么没看过，真的是。雅雅为什么不担心他？因为雅雅也喜欢他，雅雅也是他的粉丝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说雅雅，你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，Don't worry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也不是 Melody 的菜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因为整个这个能言善道，真的是。对，偏偏 Melody 不喜欢。他会耶，他会一直讲，他是我觉得因为你在旁边在讲 ，I don't know， 可是我觉得他的英文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好。我这辈子我进入演艺圈，我就是真正走目前差不多就这10年的时间，我讲英文最多的只遇到两个人而已，啊，一个是 Melody， 一个是徐威老师。嗯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遇到你们哦，特别爱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好练习。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， maybe 吧。很好，诚实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你哥什么时候搬新？搬新家可能，应该8月底吧，8月底对，不急啦。今天是七月啊。7月8月底啊。对啊。鬼月啊。那我没有在、哦、没有在觉得说这样子不能搬呐、啊嗯。对呀、啊。所以你的装潢应该都高档了。尽量在我的经济条件允许之下。有马场吗？什么电动床？就叫什么电动床，厉害的啊！有有，那个不用新家，我现在旧家就有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需要吗？嗯，你还有需要？他那电动床不是 for make love 的，那个是 for 人家不好下床，膝盖关节痛。不是的。对，上来那个是那个是你要看报纸啊。啊，下去这样子。你要看报纸还是滑手机方便哈、啊？就是帮你撑着。那就是啊，那就是医院而已。你讲的这个，它比医院高档嘛、啊？对对对。你讲的这个，里面有马。你讲的是郭彦均，郭彦均多失礼啊！我当时我舅家那时候亲居落成，然后给他展示这个很高档的电动床，那一张要40几万的。要。啊，那郭彦均看了，好棒好棒，运哥，以后我生病的时候你借我好不好？那把我当病床。嗯。对呀、啊。所以破哥是坐你楼上来的。他好像啊，楼下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确定到底买了没啦，因为他反复去看了好几次这样子，对呀、啊。那个底看起来就是跟以前更漂亮，你有进场维修了吗？没有，我每天进的场就是我小孩子的场，每天从早到晚日晒雨淋跟小孩在一起。其实我觉得这是相由心生，因为其实在家相由心生哦。哦、，sorry， 相由心生。我想说怎么那么 turbo？ 相由心生 ，you know 我这只思，然后一生二生三生都分不清楚，相由心生。对对 对， 對，就是跟小孩在一起很快乐。还好我纠正你，要不然他们写出来标题就是相由心生。真的感谢你，感谢對對對對相由心生。所以我一条也没有。Well， 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些保养啦。我觉得保养这是很正常的，这也没有什么，但是没有什么很可怕的，或是怎么样。我自己也怕死，也怕痛。我也才刚打完净肤雷射而已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些。哪里啊？不是他的皮肤，他的皮肤真的变很好。我皮肤真的有变好了，真的。我以前皮肤多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以前是月球表面的，坑坑巴巴那样的。现在好一点了，真的好。对呀、啊，比较滑。滑润，滑润，从来没有人用滑润两个字称赞过我。一个英文不好，一个中文不好，所以你俩搭在一起刚好。鸡同鸭讲，盲人带着盲人。电视就是一个玩命街头嘛，那再加这个两个嘛，对，那网络就五个。网络主要就是玉林哥来代班，那算比较招牌作品嘛。还有那个校花点名嘛。对啊，那个然后一个什么那个红包大联盟啊之类的啦。那网络节目的好处是说，网络节目现在的酬劳都比电视高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网络节目这个业配，而且业配它基本上是没有规定的说这不能讲那不能讲，所以厂商就真的就比较愿意给多一点的钱啊。对呀、啊。玉云哥，那你跟那个 Melody 主持节目会不会收敛一点？收敛一点，我是觉得主持节目不要去给自己设限呢。我也是跟制作人沟通，制作人也是鼓励我们啊。大家知道 T 台的节目就是比较有质感啊。可是我如果一直惦记着质感两个字的时候呢，那可能也会绑手绑脚啊。那好在现在的这个剪接技术很
很发达啊，我就尽量多讲吧。反正其实我们都会多录啊，因为一个小时的节目扣掉广告大概47-48分钟，那我们都录到70-80分钟嘛。好，如果不 OK 的话呢，就有劳制作单位那边在帮我们修剪了。要不然，因为我不可能突然摇身一变，突然变成一个时尚高尚的人士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变成杨秀慧啊，对呀、啊。可是如果 Melody 听不懂，这样没人接梗，有点尴尬。也不会，也不会，因为 Melody 他自己会接。对对对，我会自接，我会自接，对。谢谢，谢谢。